国民党非选区议员吴佩松因健康原因将不会参加下届大选，他也宣布卸下党中委职务以及阿育尼后港市政理事会理事一职。工人党发布文告说，47岁的吴佩松几个月前通知工人党领导层，他的健康逐渐衰退并一直在服药，在他个人的要求下，工人党将不会派他参加来届大选。吴佩松目前仍属于党中委普通成员，并将继续履行国会非选区议员的职务。